刚刚从街上骑个快递回来，就是在那个某多多那里买了一个那个臭仔蒸鸡饭，也不知道怎么样，再下来看一下。你就这个臭仔蒸鸡饭，也不知道效果怎么样，你再下来看一下现在。黑色的，怎么样？我看到这些东西，看起来还是有点漂亮的哈，哇！再看看这边，哇塞，这个隐藏实现了，哇，这个线有点短。进那个轮胎的线，哎呦，还不好伤哎，这玩意儿，这个是，这个应该是那个插那个点烟口的，这个就是进那个。这看起来还是蛮多的，有那么长哎，可以，这线应该挺长的哈。哇，这线应该有一两米哦，他那里写的好像也是有一米多好像。买这个最方便多了，就是省得每次生气的事还跑到店里面去打麻烦，还去借人家的，哎，一点都不方便。那现在自己买一个，就方便多了，是不是？这是哦，现场三米，我是错了，我还说一两米，它现在是三米的，哎，这个怎么办？好像带那个什么？带灯的，啊，这真的是要带灯的，看见没？这样，我插个点烟口，还是充电的，晚上也可以用。设置的，设置固定的气压，它就自动停止的那个，我这边没关系。这个是保修卡，说明书，这个是充气头啊，这个还有一个保险丝，这个是这哦，这个可以打篮球的，这个可以打游泳圈的，这个打哪里啊？这个、打单车吗？没用过。这里还有四个那个气帽，就是那个台上面的螺丝那个帽子，还行，毕竟才三四十块钱，大家觉得还不划算呢。